导演跟台湾的媒体朋友呢打声招呼。台湾的媒体朋友们大家好，虽然这个电影晚了半年来，但是晚到好过没有到，很幸运的今年终于抽签抽到了。那当时金马奖已经放了几场，我熟的朋友基本上都应该看过了，那今天晚上还有一些还没看过的会看，希望你们喜欢，谢谢。谢谢陈导演，辛苦了，是等了半年了，我想这口碑早就已经蔓延了，那么终于我们也等到3月13号，也请赵薇跟大家问声好。各位台湾的朋友们大家好，很高兴就是又有自己新演的电影，而且是陈可辛导演导的，亲爱的可以跟台湾的观众朋友们见面，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这部电影，这部非常有意义非常特别的电影。是在电影当中你讲了很多方言，对不对？那是哪里的方言？安徽话。安徽话好，请用方言再跟台湾的朋友打声招呼。大家好，一定要去看我们的电影啊。算了，听不懂啊。大家好，一定要去看我们。哦，明白明白。所以我很好奇，因为你用的是安徽的方言，导演你听得懂吗？在当中，赵薇在演这个戏的时候的对白的时候，哇，您这个很厉害耶！他在演什么讲什么，你都听得懂。我是拿着剧本哦，他一路看他的表演，一路对着那个台词，对不对？他就算讲错了，你也不知道吧？对啊，没错，是吧？啊，这是一种盲拍的方式啊，非常特别。